就求你了，帮我再加点零用钱啦。好啦，看到你这么乖的份上，就加点零用钱吧。求求你啦。啊？你还要什么？帮我买笔电，买 PS4， 再买 Switch， 顺便再去光华帮我买一台电视。求求你啦。求求他多赞。我先跟各位讲一下我们的规则，我和我妈，我们要三战两胜。我们玩的是团队模式，可是最后我们两个人都会有各自的分数。那我们就是赌一把，就是赌今天的晚餐，谁输了谁就请牛排，好不好 ？OK， 没问题。可以啊、哦。好，开始。好。啊，不管中间有变多大过，我们是看最后那个分数哦。当然。这款是连我妈都会玩的这么强的游戏，挺好玩的。左右夹攻，他为什么他一直可以左右夹攻？很快。哎呦，你要输了，你要输了，需要晚餐你请了。等一下是个数学过来，或者我告诉你，牛排我就加其他的给你吃，我给你加辣椒。这样的。不好啊啊！我被吃掉！加油！惨了！可是我们这一局我们不能输血给别人呢、啊。哎呀，玩就是玩啊，你要输血给别人，别人会输回来给你啊，傻嘞！叫团队精神啊！可恶，你平常玩游戏玩那么烂，现在还在那边会念我。当然了，我没找到你，到底在哪里、啊？因为我在上面逃跑、啊。我看到你，我在看。你看到我了、哦？我看到你了。你干嘛一直跟着我了？没有啊，我们两个在一起啊。如果遇到那颗桃子啊，就两个一起被杀，是不是？不是，我就输血给你啊，你就变特大。我才不管呢、欸，我们这一波是要拼晚餐，晚餐请客、欸。啊，你要吐回来给我啊！我才不会吐回来给你嘞！你这死不要脸的。兵不厌诈，这是战争。他们有一招是可以直接爆开。对，他如果很大只就，哎呦，你比我大只哎、啊！快跑！不用跑啊，我快跑！头队不会相吃啦。你刚不是说会相吃？你好骗你的，头队不会相吃。你诱我过去了。没错，巧克力也是，他都派一个小的过来。对啊。然后你当你靠近他的时候，他分裂就把你吃了。好，我北七，我分裂了，还有两分钟。我只要保持不被吃掉，我就赢你了。我是爱好和平的，我没有吃别人，我都吃下面。算了，我吃血血好了。突然觉得你太贪心了，我要输了。巧克力团队第四名，但是不见得代表巧克力它就比较小哦。对啦，我要看一下，可是找不到，惨了。我现在多吃一点，看能不能拼过你。吃止泻，我现在也在吃，你多少？哎呦，我分数好像追过你了，你追过我一样大也吃不了我啊。可是追过你，我就赢这一场啦、啊。好，来看一下分数，来哦。我白，我们比黄金看几颗的？不，哪有那种的？哎呦，我302，哎，看你比我高哎、欸，白金哎、欸，靠，你比我高分，我307，我赢了。但是我们是三战两胜啊，还有你刚有讲，有我刚有讲，来再一局，你要给我，是我要邀你才对的。好了，对，开始比赛。好，我们开始第二局喽。好，我们一样是那个啊。靠，你太衰了吧！哎呦，黑羽你比我大只哎。稍微，因为你长胖了耶。有人想杀我啊！没错，下面有一坨。哎、欸，那是我们的，混蛋啊！烤腰、哦，你被吃了。对，因为我刚以为是同类，没有，那你是对同队，可是同队旁边还有敌人啊！我刚想说去救他，不好了。
没开始诅咒啊！跑，赶快跑啊！要跑啊！死了！是呀，休想引诱我，休想引诱我！啊靠呀！你被干掉了。对，他们好会玩哦。按分身吃人最快。糟糕的。这样你懂吗？我知道。他一分身马上就可以把你干掉。够大，我们也没办法吃人啊。对，你分身就变太小了。吃血血让自己变大吧。对啊，因为我们最终不是要赢，只要比对方大就好了。当然是要赢啊，哪有团队不赢的啦？傻傻的，要赢也要分数高，所以他们还会丢糖果来引诱别人。没有没有，他那个是要丢给自己前面的，就是在他们前面的人，这样他的队友就会瞬间变大，然后再分裂，直接把我干掉。他这招很厉害。哦，就团队精神啊。靠！啊！哦！哥，挂点了，对不对？对。我现在比绿色的还大了。我已经从1元变5元了。糟糕！糟糕！惨了，我妈现在分数比我高哎！你在外面等我。又被干掉了！哎呀，可怕、啊，完蛋了，逼到墙角了。哎呦，我说不定运气很好哦。啊，那一颗是你哦。对，那一颗是我。那输定了。我看到你了。怎么可以儿子比妈大？我不想预感。哎呀，靠！我太紧张了。这一局你赢定了。不一定，不一定，我要死了。惨了你！靠呀，靠呀！啊，他太夸张了。哎呀！靠北，这里是什么战场啊？我还是不要去参与他们的争斗好了。他这么大，还要一直要吃我？你现在剩18秒，你要输了。我现在100多，他就贪吃，一直要吃我呗。还有9秒，啊，哑巴哑巴哑巴！啊，我连我自己被吃掉的瞬间都没看到，我输了。这个真的很好玩。好啦，各位观众，我输了，所以我会请我妈去吃牛排的。谢谢我妈来陪我一起玩这款游戏，是谢谢你陪我玩，因为我早就在玩了，我继续又玩了。好，各位观众，如果你喜欢我这部影片的话，可以在下方的订阅以及喜欢，那也欢迎各位可以在下方留言说我可以录什么样的影片，那可以记得要按赞我粉丝团，我最近粉丝团很缺赞，快去按。好，那你记得去追踪我个人的 FB， 那还有我的 Instagram， 那各位观众，我们就下一部影片见，拜拜。好玩呢、欸，你要跟别人说拜拜啊。哦，拜拜，很好玩哦。各位观众，说到做到。妈妈开心吗？开心。开心，那要不要先赶快吃？好，我来跟哥吃吃看。这一餐总共多少钱呢、啊？1000多块哦。1000多块啊？啊，1000多块啊？拍个影片还那么累啊？我打赢了，我天天练功哎、欸。我是天天练功的哎、欸。为了这一仗。好、啊，快吃。